哎呀，老板！哎呦，几位老板，几位老板！哎呦，欢迎欢迎啊！哎，来来来来，哎，这边请，这边请啊！哎，这边请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哎，请请。最近有什么情况？哎呀，老板，您上午拿回来的这个饲料太给力了，这些蛇怎么吃都吃不饱。哎，就有一条蛇，一晚上长了得有一米长。吃多少喂多少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几位老板里面请。哎，里面请。随便看看啊，这边都是工作台。来，这边都是先摆好的啊。是有灵性的，这么杀手，要不这生意咱们别掺和了。再看看，各位，现在有个回报率极高的投资机会摆在你们面前。哎，各位老板，像这么完整的蛇皮，就能做出一个这位女士手上的蛇皮手袋，而这么优质的蛇皮，我们一个季度能产出10000张。10000张？怎么可能？我们用了自主研发的饲料，如果是正常养殖起码要2年，但是现在一个月就可以出来。一个月？你这饲料里面有激素吧？不是，有没有合法证书啊？等你看到我们的蛇长得有多大的时候，就不会担心合法证书的事儿。走走，都来来来，行行行，来来来，这边啊是我们的养殖间，我们这养殖间啊乱七八糟。我昨天来的时候还好好的，我蛇呢？哎呀，我蛇呢？我蛇呢？老板，那就让我看。咋了这？哎呀，哎呦，我的心水呀！我。我就说这个生意不太靠谱，他不信。才10000条，一条也偷不来呀。Thank you.
今晚要用的烟花礼炮怎么还没送过来啊？麻利点儿。喂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啊！把烟花发射筒冲着舞台，你是想把这舞台给我炸了呀？冲着贴！不急了啊，报灯一下，报灯一下。慢吞吞的，现在才来啊！今天可别给我偷懒了啊！前段时间学校进蛇，闹了多大新闻嘛？今天又给我整这么大条蛇！校长，咱学校就在山脚下，这有条蛇多正常是吧？还狡辩！校长，不能踩呀！蛇有灵性啊！这都给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！如果今天再给我见到一条蛇，全都滚蛋！哎喂，哎，徐校董吗？哎，什么？马上就到了。哦，跟你收拾一下。哎，好，我马上就到啊。您稍等。这样可以吗？不是，他踩蛇干嘛呀？去后门把洞补一下，不能进蛇了。快去。嗯。我来喽！走，不走！我是海先生三太子萧乾，你是不是打听打听？哇，你可真厉害！放开！还是小王拿抄呢，我去走。
先到。真发火，这么急急的干嘛呢？你要是敢跑，我就报警。我要报了警，你这个事儿就性质就不一样了，挺很严重，你得拘留。我告诉你，还报警，搞得你能抓到我似的。看你，我来了。同学们不用害怕，这个东西呢是蝙蝠蛇，虽说有剧毒，但是呢它一般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的啊。哎呦，同学们，我已经控制住局面了。我就是白眼了，完了，完！你们超时了。报告考官，在本次考核当中，我担任乘务长角色，有情况汇报。说。李孟娜。在本次考核当中不听从指挥，擅自行动，导致大家考核超时。我认为空城之间需要的不是竞争，而是合作。考官，我就是啊。考官，要不是李孟娜擅自救小柔，我们也不会超时的。对啊，考官，我们大家都觉得很无辜。小柔，是这样吗？小柔啊，没事的，大胆说啊。对，考官，您听我，你以后的工作中面对的人际关系会比现在复杂的多，如果你连目前的状况都无法解决，那你不会成为一名合格的空乘人员。大事！你闯什么？蛇！咱学校的蛇非常不正常。你要去躲什么？你要干嘛呀？我想的是，咱们赶快找有关部门，咱们进行检查，咱们防患于未然。你知道这么干咱们有什么结果吗？什么结果？咱们就滚蛋，开除了。不是，做人可以没本事，但是得有志气，知道吧？你想想，躲蛇。我就放生，没别的情况了吧？哦，对了，刚才有个色狼溜进学校，我让他给跑了。这是大事啊！快抓他去！好，我这孩子，我去找。
不知道因为什么得罪你们，让你们一直看我不顺眼。如果有的话，我道歉。真令人头疼。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会讨厌你吗？就是看了吧，你是什么都能抢风头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你见不得我抢风头，是因为你内心太自卑了。你明白了吗？哈尼啊！哈尼，刚才有个臭保安抓我，现在我进学校了。好啊，咱们老地方见。嗯，那老地方见了。走吧，让他在这里好好反省反省，该怎么团结同学。啊，对了，小柔，记得把更衣室的门锁一下，确定要关好哦，不然马苏姐就不会和你做好朋友了。对不起。哎，我收到那家航空公司的通知书了。真的？你呢？太好了，我还没有呢。躲哪儿去了？去哪儿找？那可以把我放下来吗？对，抱歉。请问你叫？我叫超人，不是流氓的流，超人的人，刘超。谢谢你，我叫孟娜。哎，二舅，不是乐队，那个赶紧过来训练馆更衣室一趟，真出大事了。Over。蛇呢？刚才很多蛇呀，怎么就没了呢？这不可能啊！这成不是啊？你咋迷迷瞪瞪的呢？我说多少次了，做人可以没本事，但是不能没出息。不是二舅，真的很多蛇，非常多的蛇，而且是剧毒的扁头蛇。刘畅说的是真的，那些蛇长得不太正常，而且都挺有攻击性的。我觉得现在大家在学校里都挺危险的。中，
我信。那你们想干嘛呀？啊，让我通知校长，在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毕业典礼上疏散全校是吗？这不闹吗？好办法。我知道现在学校领导他们都在哪儿，跟我走。哎，走。哎，干什么？回来！给我回来！你这干什么？你给我回来！哎，各位领导，这边请啊。这个呀，是咱们水上迫降的一个训练场地啊。我们呀，一直按照校委会的要求，走，严格执行。哎哎哎，校长，各位可以完全放心。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，校长。怎么了，校长？我有紧急情况跟您汇报。说，咱们学校现在出现了数量不详的毒蛇。毒蛇？我的建议是，咱们赶紧疏散咱们全体的师生，咱们撤离这个地方。胡闹！咱们学校怎么可能有毒蛇呢？我能作证，校长，我刚才被几条毒蛇围攻了。你被开除了，立刻马上从我面前消失！误会，误会，误会！校长，校长，学校现在多少人？你两个，咱们学校有多少人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学生，如果要是出了情况，你作为校长，你知情不报，焦虑，担得起这责任吗？出去！学校有蛇就有蛇，毒蛇！校长，这你得搞清楚，毒蛇这事是人命啊！哎，搞错了，我的责任啊！对不起，我们学校一直以学生的安全为第一要务啊！各位领导，咱们继续参观，继续参观啊！继续参观。哦，好好好，安全隐患一定要注意啊！刘昌、李梦娜，给予开除处分。梦娜，我有办法了。哎，你们什么人啊？这里面不能进的。不不不不，紧急情况，同学，不好意思，紧急情况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同学。来，各位领导，请进，请进啊！校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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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校长，快去，快去！校长，今天晚上咱们所有的灯光、音响，全都是咱们学校最新购置的设备。校长，一流的，一流的，别开出小差了，行吗？校长，校长，哎，咱别开出小差了，行吗？哎，哎，各位领导，好好看一看啊！哎，各位校董啊，等所有的毕业考试啊结束之后，我们呀就在这里举行一场盛大的毕业晚会。届时啊，我给大家准备了大大的惊喜！紧急的老师们、同学们，请注意，咱们学校现在出现了不明数量的毒蛇，请老师们、同学们冷静有序的撤离。校长，这怎么回事？去咱们学校的停车场，坐校园巴士离开。他搞错了，他说别的事呢。赶紧出去！校长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，必须说清楚。啊，各位，我郑重强调，我们海西丽人空城学校绝对绝对。绝对不会有！
同学们，我们经历了日复一日的训练，就是为了应付这样的突发状况。我相信大家能够接受突如其来，也请你们相信我，听从指挥，撤离学校。同学们，我们快走，不要拉呀！同学们，同学们，同学们，等等，等等，就像我们平时训练那样，划船。你不知道我今天为了见你费了多大的劲儿。那一会儿你还有劲儿吗？那必须的。快去停车场前面，快去停车场，去停车场。好，去停车场，快走。说过，人可以没本事，但不能没出息。学生现在有危险，我跑了，对得起这身衣服吗？超儿，你给我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刘成，刘成，快跑！
了你吗？你把话说那个份上了，不回来还是舅吗？现在怎么办？咱们得撤，去对面跟他们会合，然后再想办法逃出去。会合？怎么会合？那玩意儿跑那么快，我们出去跑，把酒让人给吃了，怎么会合？干什么呢？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什么破办法这是？快出去！大叔，都到这儿了，再说有什么用？这家伙，我要勇敢和小船模式啊！有什么？二舅，二舅，找他看见还不行呢？哎呦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有蛇啊！啥啊？快退，快退，快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啊，快走！退呀，二舅，后面有蛇，后面是，怎么办？逃下去！谢谢姐姐姐夫保佑啊！快，二叔，快！哎，大成，哎，又开始了。对了，你们怎么躲这儿了？我和你走散之后就被大蛇发现了，我带着伤员跑不快，只能和十几个同学躲在这儿。大蛇进不来，我们也出不去。同学们，同学们，你们别害怕。你们的老师已经给救援队打过电话了，他们很快就会过来。太好了。啊，你的脸受伤了。啊，没事。来，我帮你擦一下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我就是想，你比其他人镇静的多，你是不是不怕蛇呀？
实我最怕的就是蛇。你怕蛇呀？我爸是个救援直升机的飞行员，从小他就教育我怎么面对各种紧急状况，还教我在面对危险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冷静地说他有能力，有自信救助大家，会让人安心得多。而微笑是最能让人安心的东西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孟大姐，小柔，谢谢你，小柔。大蛇好像走了。不会，蛇对猎物异常的执着，有的时候它可以等一天一夜。我怕它在外面哪个地方躲着等着咱们呢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咱们只要坚守在原地等待救援就成。但是最好还是要做好坚守一夜的准备。我现在去楼上房间里搜索一下物资。和你，嗯，要不要再玩点刺激的？玩什么？等着。你说谁色狼呢？你说你放开我男朋友！再说一遍，说你呢！你个看门狗！你放开我男朋友！够了！他是一个……别吵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？你放开！什么什么时候？自己下去看看。我琳达。安静了，哎呀，马苏姐，马苏姐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？是不是就是他们把你关在更衣室里的？不知道，你们没事就好。我早说就不救他。没事，算了。医生在手术前也不会看是好人还是坏人。房间有好多蛇呀。来，同学们，大家赶紧换上方便行动的衣服。什么呀？这都是。李梦娜，你什么眼光啊？这些衣服也太露了吧！就是你们拿的时候也不看看吗？时间紧迫，我只找到这些衣服，大家将就一下吧。要好看还是要命？你们三个大男人还站在这儿，我们怎么换衣服啊？不会是外面有蛇？就想趁人之危吧，就是。不是不是，不好意思。你们说这蛇哪来的呀？
听说这附近有个养蛇场，抓了不少野生的蛇做皮包，还用违法饲料呢。啊，做这种生意真是丧心病狂。就是，以后不买野生动物做的皮包了。想到你还挺贴心的嘛，刚好我皮肤很干，借我用用吧。你干嘛？你疯了吗你？蛇呢？怕刺激性气味。我把酒分装的这些小瓶分给大家，驱蛇防身，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当做燃烧瓶。这个很贵，不能倒。哎，这瓶更贵，更不能倒。那你们告诉我能倒哪个？那。这个吧。你个臭保安，你赔我现在买 SK2， 你死直男癌，你赔我限量香水。哎，他赔得起吗？穷鬼。乡巴佬，你知道吗，这里随便一只啊都能顶上你一个月的工资呢。哇，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。你有病啊，疯了。老女啊，还不给救援队打电话，我跟这帮人根本没法待了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用理他，我现在就打。哎，救援队吗？哎，你们什么情况，怎么还没到？哦，山路崩塌，要两个小时才能到，你们要坚守在室内，不要移动到室外，千万要等待我们的救援。还得两个小时，两个小时我们都死在这儿了，两个小时啊！快死在这儿待着，我一个也待不下去，我要回家。外面现在更危险，到处都是蛇群，还有一条潜伏的大蛇，我们就听从救援队的指示，待在室内更安全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凭什么什么都听你的？我知道你看我不顺眼，但现在不是你耍大小姐脾气的时候。我啊。喂，他这样说你就不管吗？喂，我的车就停在学校门口，只要我们一起走，肯定能活命。谁想跟我们一起走？我可不想在这待两个小时。走，我也跟你走。我也跟你走。我跟你一起走。我们走。我跟你走。我们别走，别走啊！还再冷静一点。大家别出去，有卷帘门挡着呢，大车进不来啊。同学们，你们要冷静，这里非常安全，有卷帘门挡着呢，大车进不来。同学们，别躲！同学们，还有两个小时救援队就到了，两个小时啊！食堂，这是五楼。你爬这么高干嘛呀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去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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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！哎呀！快快快！有没有当做什么东西？
去，快！差点害死大家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什么呢？大蛇一来，你只顾自己跑，你算什么男人？你给我散开！你别说的自己有多清高，刚才在走廊里，你们两个不也是扔下自己同学自己跑了吗？你有资格说我吗？你，你疯了，李梦娜！你打我！我长这么大，我妈都没打过我，你打我？啊！你空姐算什么东西啊？空中服务员？你凭什么？啊！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空乘最重要的职责不是服务乘客，而是保障乘客的安全。你见过在关键时刻救你一命的服务员吗？还有，如果你再做出危害大家生命安全的行为，好自为之。同学们，同学们，我请大家相信我和孟娜，我们现在不能坚守在这儿了。大蛇他不会放弃他自己的猎物，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不断的移动、躲藏，等待救援队的到达。我呸！你个臭保安，请问你要拿什么保护大家的安全？说留在原地的是你，现在说不断逃跑的还是你，你个死农村人！没有文化就不要在这里瞎指挥，好不好？你哪来的优越感？农村人，农村人，农村人怎么了？农村人是你祖宗！谁前几辈不是农村人？没农村人，你哪来的粮食吃？镇守边疆保护你们的，有多少是农村来的年轻人？啊！来，你告诉我，农村人和城市人，难道不都是人吗？啊！以后少瞧不起人。温度低，大家一定要。
憋住呼吸，千万别动。大灯吧，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出来看有没有伤，我也不知道咋办了，儿子。什么情况？悄悄往后退，冬眠了，川儿，这是个人才呀，又出去。这我知道，现在这不安全了，咱们得赶紧撤。快，你带大家先走，小心点，别踩到车。快，小心点。你还好吗？小心。酒精。好，孟大姐，动作快点。等一下，稍微忍一下。没事，没事。刘畅，我现在帮你把毒吸出来。不行，你不能，不能。什么时候了？消毒血清，麻醉剂需要吗？不需要。
你还好吧？谢谢你，又救我了一命。又开始了。没事儿，我应该做的。我挺好奇的，你为什么知道那么多关于蛇的知识，还会抓蛇？不害怕？啊，我从小在山里的村子长大，我们那儿就几百号人，蛇比人都多。我妈生我的时候呢，难产走了，我就跟着我爸，我爸是村子里卖药酒的，经常帮村子里的人捉蛇取蛇，这东西见得多了嘛，也就不怕了。那你为什么在这做保安啊？18岁那年，我爸被毒蛇咬了，然后没来得及就对不起啊。没事儿，这真没事儿。我爸当时还想的挺豁达的呢，我爸说捉了一辈子蛇了，最后死在蛇口里，也算是天理循环了。从那之后我就想赶紧离开那儿，再也不想回去了，就跟着我二舅到城里来做保安了。你说说起来也挺讽刺的，结果到了大城市里就见到了更多更大的蛇。如果不是你来这做保安，或许我们都不认识。哼，哎，还真是贫贱夫妻啊，两个低端的人正好凑成一对儿。不是我说你有完没完了？怎么了？我有说错吗？乡巴佬，臭保安，你俩好搭哦！你再说一遍。这两个小时都过去了，救援队怎么没动静了？喊你。快给救援队打电话，看他们到哪儿了！快快！喂，救援队吗？哎，都两个小时了，你们人呢？啊，这两个小时山体一直在滑坡，把通往你们学校的路都堵死了。这还得等多久啊？至少要五个小时。五个小时？我们根本撑不了五个小时，五个小时我们都死了，好吗？说两个小时吧，就变成五个小时了。喂！我妈还等我回家吃饭呢。我想回家。我还不想死，我还不想死。同学们，同学们，冷静，冷静。五个小时，我们如果留在学校，肯定坚持不到救援队的到来。但是穿过校道，也就400米的地方就是停车场。你的车不是停在停车场吗？我们可以坐他的车离开学校。你说的倒简单，现在那条蛇就在外面守着，我们出去就被它吃了。再说了，你有蛇跑得快吗？就是，你说的什么馊主意啊？我们怎么出去啊？还没到停车场我们就死定了。我才不想喂蛇呢。我们可以坐巡逻车过去。哎，别闹了，你那车就停在楼下呢。什么？在楼下呢？听见没？听见没？巡逻车就在楼下，我们坐巡逻车去停车场。对了，你车什么型号来着？我的车是一辆七座商务，大家挤一挤应该坐得下。同学们，赶紧休整一下，寻找一下紧急用品，快！我今天去过停车场，知道你开的是什么车。
然后呢？是一辆载不下所有人逃生的车。你想怎么样？我真不懂你到底喜欢马苏什么，他明明那样对你。我知道他只是喜欢我的钱，但你们女人不都是喜欢这个吗？我想你还不是很了解马苏吧，他真的不是只喜欢你的钱，他还喜欢很多人的钱，你明白了吧？我觉得还有更适合的人坐在你的副驾驶上。哈尼，哈尼，你听我解释。滚！臭三八！马苏，我受够你了！你自己有多讨厌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都不用我说，你自己去照照镜子，看看你的样子。你以为你有真的朋友吗？没有。算什么东西？你什么也不是。没有人喜欢你，你根本就没有朋友。轻座商务，你拿人命开玩笑是吧？走开！别
打了，都他妈什么时候分的？哈尼，他救我！你不是说好海边的房子吗？我把房子给你，救我！特别难受，但是你就不希望看到你这样，你必须振作起来。二舅呢？英雄，我谁都救不了，我谁都救不了。我到头来，我把我二舅我都搭进去了。不管别人怎么看你，在我心里，我一直都很相信你。他们也是，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。你现在要放弃你自己吗？这个做人呀，得明白自己什么位置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还有，男人可以没本事，但是不能没出息。本事都没有，哪算出息？你顶嘴还挺一流了你啊！别人看不起你那都不重要，但是如果你连自己看不起你自己，
那你真是个孬种。来了之后啊，好好干，别给我姐和姐夫丢脸，别给我丢脸啊！同学们，同学们，我们现在已经无路可逃了，救援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。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：第一条，继续躲在这儿等死；第二条，就是跟大蛇死磕到底。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，相信孟娜，更相信你们自己，我们一定能够逃出去，好吗？好，好，好。Thank you.
太好了，终于死了。啊，雪莲，放下。又开始了，做人可以没本事，但是不能没出息。喜欢人家就要负责到底。你那个户口本还问他放着呢，你们俩什么时候登记？你没死啊？我以为你死了呢。谢谢你带我们走捷径，不然我们根本来不及赶过来。我应该做的。
孟娜，乔哥，我收回之前对你的评价，你会是一个非常合格，不是非常优秀的空乘人员。谢谢教官。吃一会儿。小月月。吃一会儿。哎呀，我还以为看不见你了呢。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怎么可能啊，俺可是superhero啊。哎呀，没事吧？那不是。他俩怎么搞一起了？我们永远不分开了。可能是患难见真情吧。我们去民政局，我们怎么去？患难见真情了，对，患难见真情了。那孟娜，那个其实我那什么，就是我那什么什么，也就啊不，当然你我也不知道你愿不愿意，当然就你，我愿意。你说啥？我愿意。我也愿意。海西市立人空乘学校爆发大规模蛇灾，大部分学生及时疏散逃生，少部分学生也在随后的救援中获救。本次蛇灾是因附近养蛇场使用了带有基因突变的违法激素饲料，导致蛇群变异攻击人类。有关部门指出，今后将加强监管，呼吁相关企业合法养殖，切莫让一时的贪欲导致灾难的再次发生。我们应大力提倡爱护地球生物，与地球生物和平共处。